春放二两苗，秋收万斤鱼，放十八掌大，捞十半人高。鱼苗去过的水域便是孟泽的领域，只要有人在水边钓鱼，大批的保安就会乘着快艇蜂拥而至，网友亲切地称他们为鱼孟泽连队。钓友速松大强在连接大湖的河道下杆，本以为这里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，可以安安心心钓鱼，没想到鱼孟泽连队还是闻风而来，十多名保安气势汹汹将速松大强围在中间。小水明，你去小水明，那不是我的养殖水明，从哪湖吧，从湖吧，从湖啊，是从湖啊，从湖不是，就是我的养殖水明呢。你的意思就是整个二郎房也是你们的是吧？二郎房有北京的。钓友恍然大悟，原来只要是鱼苗去过的水域便是孟泽的领域。网友纷纷调侃，听说鱼孟泽八个月的鱼苗可以长到几十斤，我想问问什么鱼苗，我也想养一些。我今天在海里钓鱼，请问鱼会游到海里面来吗？会不会被抓呀？还有网友提出建议，是不是只要我放了一条鱼在太平洋，整个太平洋就是我的？建议国家把中国海防线交给鱼孟泽，以后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大了。